如果是 BDS 被淘汰的话，你要买五个人的机票，左边被淘汰的话，你只买三个人的就行，两个人的就行啊。导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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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导播在干嘛？导播，导播今天什么状态啊？导播，你今天是不是没睡醒啊，兄弟？导播是不是被电了，兄弟们？哎，导播是不是被电了呀？今天，绿吧，吃完小龙等死啊！龙坑里面的毁伤铁，龙坑武器，导播疯了，导播疯了，导播疯了，导播真疯了，兄弟们，导播疯了，导播疯了，导播已经疯了，导播已经疯了，导播，我被电了，兄弟。导播，我真被电了，哥。这个人应该今天做完没有明天了，他应该被开除了。不是，世界赛妈呀，怎么导播呀？感觉做完今天就被开除了呀？他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工作了，哥？什么情况？这个，这也太差了吧？要不下班就换吧。我操，兄弟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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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喂，哪个是真的呢？那么问题来了，两边打野在 F 六挂机，如果两边都挂着的话，其实贝尔维斯是亏的。贝尔维斯要前面早点刷野，刷那个贝东，这样贝尔维斯亏了呀，这就回哇 ，Riva 爆炸了。不是啊，他回来还想看对面 F 六吗？不是，大树可以不打呀，大树不打是赚的呀。如果两边都不打，大叔肯定是能接受啊。而且大叔的 Q 城，他这个 Q 是 Q 城接斩下线，贝尔维斯肯定是抢不了的。干嘛这个打野？不是，他这个 Q 城肯定是吃了。不是，这不是资格赛，这是表演赛吧？这是不是表演赛呀 ？Q 城，哇，两边都不打。哦。但这样大叔有点亏了呀，哎，不是，他刚直接 A 那个大的 Q 城就好了，为什么不打呀？这样肯定亏了，他为什么怕？不是大叔 Q 城的斩下线肯定比贝尔维斯 Q 城高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打野三分钟一级，兄弟们，那个不是 F 六，啊，啊，啊？啊，这个大叔感觉，我说实话，他把 F 六大的吃了，贝尔维斯直接爆炸了，他玩不了了。六级了，回三铁，回三铁，德曼啊，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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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急了，太急了，太急了。这个大叔说。我操，这就是亏哇！眼缺六级 ，QQQQQ， 这就是亏一打二。所以这种老人老选手比较好，因为你看他闪现反应不过来，你看他别人找闪现什么意思啊？盖伦来中路 A 个爆坡，然后什么意思啊？喂，排位吗？是不是上路打野来了？然后打野三级死了两个，然后跟打野说我不打了，操，我去中路。然后夏王说我们能赢，等我十六级。然后暂停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吵架了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不是吵架了呀？画面给我切到这里，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吵架了？官方把声音也关了。啥玩意啊？是不是现场妈呀吵起来了，哥们？这什么情况？不是，这导播一直在切屏干嘛？上路八级打六级啊！上路这月他就玩不了了。Q A 一 W 二，哎，这不月吗？月啊 ，W 二，随便杀呀。对啊。哦，这不换了吗？感觉第一型月都不会被换，他第一型 EW 往下面二的话，感觉都不可能被换的呀。其实，在那个时候是不是打野大叔，你们知道吗？是上单大叔 ，Mouse 选大叔 ，EDG 的大叔，但这把大叔去打野了，大叔打野，我觉得这能赢。干嘛，导播？
什么玩意啊？到底？你可变小兵了！你可变小兵了！啊！哦呼呼呼！不是，这是 O H H O 吗？呼吸 ，O H H O，O A 哎，这个 O H H O 有点难，那个，那发音有点那个，不是，主要是很多学友就是他们的想法是这样，觉得是这个英雄挂杀，哎呦没有伤害，这后期不行，职业联赛比赛不是只看这个东西的，大哥，你要看输出环境 ，EG 的输出环境应该是 ADC 里面算是比较好的。很多 ADC 里面算是比较好的，他有领上路领先2500块钱，这先锋是不能打吧？感觉是左边的强势期啊！现在没有人能打死这个奎桑体，护体怎么又把一给哇？哎，这奎桑你没状态呀、啊？奎，完了，奎桑倒了。落开团，落梅霞，我操，技能，真技能！感觉奎桑体这波死了很亏，奎桑体的节奏没有断过的，左边真的赢不了。他们抓盖伦等于是浪费这个血，我操了！盖伦的玛西亚，哇，赚麻了呀！这不四个人来抓一个人，你一换一，虽然下塔被推掉了，上塔能拆吗？上塔好像能拆，这个上皇吗？上皇有塔，哎，闪现 WQ 死了，被抬，死了呀，还是死了。他这个第一时间不想招闪，奎桑提在绕货，奎桑提绕货是个最垃圾的，这英雄真不能绕货，他不能搭造先手，奎桑提大先手就是个垃圾。上皇身上钱应该挺多的，但是他要回家，不是 BDS 主动开大龙啊，右边凭什么？完了，右边不能动大龙啊，他们现在打起来是打不动这个奎桑提的呀，什么意思啊？大树还在打吗？大树还在龙坑里面，还在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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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完了，吃了，赢了，记了。上王还在抽，上王还在抽，上王还在抽 ，EZQ 闪，就赢了。1-1-1换5。如果是 BDS 被淘汰的话，你要买5个人的机票，左边被淘汰的话你只买3个人的就行，2个人的就行啊。导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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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干嘛？导播导播今天什么状态啊？导播你今天是不是没睡醒啊兄弟？导播是不是被电了兄弟们？哎，导播是不是被电了呀今天？绿吧，吃完小龙等死啊！龙坑里面的奎桑铁，龙坑武器，导播疯了，导播疯了，导播疯了，导播真疯了，兄弟们，导播疯了，导播疯了，导播已经疯了，导播已经疯了，导播，我被电了，兄弟，导播我真被电了，哥，这个人应该今天做完没有明天了，他应该被开除了，不是。世界赛妈呀，怎么导播呀？感觉就做完今天就被开除了呀？他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工作了，哥？什么情况？这个这也太差了吧？要不下边就换吧。我猜应该是那个是 UI 还是什么？那个应该是，因为这个是好像换了，他们下一班应该是会换回来的。好像以前 LP 也出现过这个问题。他们下班应该是把那个 interface 换回来。官方直播间也卡呀，说了呀，兄弟们，这官方直播间也卡，这是那个他们导播那边的问题，可能是今天第一天比赛吧，理解一下，兄弟们。今天第一天比赛，理解。有一个弹幕说龙魂了不好说，什么叫不好说呀，兄弟们？很好说，已经输了。右边这阵容拖到30分钟，你跟我说不好说，他们拿的又不是电龙，老哎不是电龙不电龙的问题，这导播真的是不是电了呀？你是不是被电了这个导播？他是不是真被电了？不是，在干嘛？
被电了呀！我操！哇，这比赛妈呀！不是，我跟你们说，最离谱的是什么呢？如果有这个问题，你们要暂停不是吗？他们为什么不暂停啊？啊，因为选手不知道。我操，选手打比赛是没问题，确实。我知道为什么了，选手打比赛是没有问题，所以他们不能暂停，因为呢，我打比赛没问题啊。导播那个直播播出来就有问题，选手怎么知道呢？有道理啊，确实有道理，兄弟。我的画面呢？我看都没看，故意就没状态了。电！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又没了。River！我操，这个 EZ 开挂了，兄弟们。他一秒 A 三，这个 EZ 妈呀开挂了，大龙被秒了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乐言吗？我才发现 DBS 一秒钟把大龙秒了，是不是乐言？闪现把护体再见，这开了呀，这大龙一秒钟就没了呀。这个盖伦都能打到五杠四，我是真没想到，被一波了好像。闪现沉默，我操，德玛斯，哇，可惜，他这个是给了什么？他为什么没死啊？卡莉萨突然刷了个盾，但是卡莉萨也没有那个啊，他没动工啊，哪来的盾？进。